我们看例题四啊，他说呢 ，A 是这个 ，B 是这个，两事件啊。啊，我现在哈 ，X 哈，包含于 A 连 B 啊，包含这个 A 加 B 啊。那么这种 X 有几个呢？好，答案是这个样子，答案是 N 哈，二的多少呢？这是 A 连 B 哈。啊，扣掉这个 A 加 B 啊，这么多个了，我们先把答案算出来以后再来说明。好，那 A 连 B 呢，减 A 加 B 多少？A 连 B 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九。那 A 加 B 是共同有的嘛？是一、三、五了，哦，一、三、五，啊，扣掉，扣掉的话 ，A 连 B， 扣掉了 A 加 B 哈 ，A 加 B，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就等于那个一、三、五把它扣掉，哦，一、三、五扣掉，变成。二、四、七、九，还有四个，所以呢是二的几次方呢 ？A 连 B， 扣掉 A 加 B 啊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样的话等二的呢，这有四个数目嘛，所以四是十六了，所以呢总共有四十六个了。好，啊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哈？理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说哈，这 X 哈，它要包括这个 A 加 B 嘛，包括一四五啊，一三五啊，好啊，然后被包在哪里呢？被包在这个一二三四五七九。啊，现在的话，这种 x 的话，一定呢附有这个，这 x 哈，里面一定有这个嘛，那，啊，这个是固定的，啊。当你把这一三五固定嘛，哈，一三五把它固定嘛，那剩下多少？剩下就是这个嘛，二四七九嘛。好，那这 x 的话，包含这个。啊，被这个包的话，一定有，就每一个子集合一定附上这个，然后附上这个以后哈，那可能呢，它要连上哈这个的子集合的，我就比如一三五，它附个二，啊一三五单独呢，就是单独的，没有附上任何东西，就是说这个啊再交集一个空集合的话也对的哦，因为这 X 的话呢，等于它也对嘛。所以等于说嘞，等于是说，等于啥？等于是它的个数哦，等于是这个集合的幂集合的个数了，哦，幂集合个数就是说这个啊附上呢这个的子集合了，就是一个一三五嘛哦，啊再附上什么嘞？附上这个的一个子集合，那这个。那就等于是它的个数嘛，就是说它个数有多少的话，就每一个集合哦，都是一定一三五再附上这个集合的一个子集合。那它的个数当然就是这个子集合的个数，就这个子集合的个数。那这个集合的子集合个数哈，就是这个集合幂集的个数了，哦，就是这个集合幂集的个数，二四七九，这个的幂集的个数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啊，就是这个嘛，啊，它的幂集就是二的什么呢？二的 a 连 b 减 a 加 b 嘛，啊，它的个数就把它取 a， 啊，所以就得到这个答案。